作者默默，演播人巨武巴雅居，第1810集神魂之气。会买丹方的人肯定是炼丹师无疑，一般的武者根本不会理会丹方，他们只需要筹集材料，付出足够的酬劳，请炼丹师炼制成丹。敢问客人的炼丹师等级是什么？康思然将自己的困境和盘托出，紧接着便有些紧张又有些期待地望着杨开问道。若是杨开的炼丹师等级不高，那他也没有必要跟杨开浪费时间了。杨开想了想说道，虚王级灵丹炼制起来没问题。他的回答不算完全，也有所隐瞒，但这个答案已经足够让康思然满意了。听到杨开亲口承认自己是个虚王级炼丹师，康思然已经激动到无以复加，两只眼睛满是恳切之意。不等他开口说话，杨开就说道，康掌柜不用再说了，我炼丹只是因为需要元精，是赚钱的手段，也是一种修炼而已，我不会长久地炼制下去，说不定哪一天就不炼制了，康掌柜还是另请高明吧。对方的态度很诚恳，杨开也不想欺瞒什么，所以直言不讳。毕竟对他来说，炼丹只是修炼的一种手段，是不会投入太多的精力和时间的。若是答应了康思然的要求，那就等于卖身给了灵丹坊，日后的时间和自由就受到了限制，这可不是杨开希望看到的。不会长久炼制，康思然愕然了一下，旋即笑道，这没关系，只要客人能帮老朽炼制3个月，不，2个月就可以了，老朽不会耽误你太多的修炼时间的。只要2个月？杨开诧异地望着他。不错，其实这里的情况老朽早已上报到盛会总部了，那边也答应抽调2位炼丹师过来，不过还是需要一点时间的，毕竟路途遥远，而且这里又是小地方，总部不会太重视，前后差不多要2个月左右，所以啊，客人你只需帮老朽撑过这2个月就可以了。原来如此，杨开微微颔首。客人你觉得如何？要不要仔细考虑一下？康思然紧张地问道。他这段时间快被这事儿给折磨疯了，眼看这一个合适的人选送到自己眼前，他无论如何都不愿意就此错过。如果是2个月的话，我未尝也不可以试试。不过康掌柜，贵坊的那些丹方……不等杨开说完，康思然就豪爽地一挥手道，若客人真成了自己人，那些丹方自然可以随便查探，甚至可以抄录。我能问一下都有些什么丹方吗？其中有没有凝元丹？凝元丹的丹方几乎每个丹方都会有的，只不过因为各家不同，丹方都会有一些小小的差异。怎么，客人既然是虚王级炼丹师，竟还不会炼制凝元丹？康思然忽然有些惴惴不安了，暗想杨开刚才该不会是在胡扯吧，哪个虚王级炼丹师没有凝元丹这种灵丹的丹方？这可是虚王境武者需求量最大的丹药了。杨开尴尬一笑，只能说道，我出身的地方比较偏僻，也没有什么太厉害的武者，所以……这解释虽然漏洞百出，但也好歹算是个理由。
康思然并没有去刨根问底，惹人厌烦。这样吧，康掌柜，你将贵坊拥有的单方列一份出来给我，我回去再仔细考虑考虑，若是可以的话，我三日内必定再来。杨凯没有贸然答应康思然，毕竟他对这个灵丹坊和康思然本人都不熟悉，谁知道他是不是道貌岸然之辈，凡事小心一些总是没错的。如此也好，那老小就恭候客人大驾了，还请客人一定要尽快考虑，我们灵丹坊的丹药如今有些不足了。康思然知道这事儿急不得，只能同意了杨凯的要求。当下他便整理出一份单方的目录交给了杨凯。辞别康思然，杨凯并没有回到住处，而是依旧在城内逛着，每看到一家卖灵丹的店铺，他便进去询问一份。虽然与康思然已经商议妥当了，但他还是想试试能不能从别的地方购买到丹方，毕竟能自己单干的话总好过跟灵丹坊抽成，所获得的收益也会更多。当然跟灵丹坊合作也有一些好处，比如说固定的客源、充足的材料、不愁贩卖渠道等等，两者都有利弊。深夜杨凯回到了住处，一脸郁闷。今日一行不算太顺利，虽然逛了不少店铺，但那些店铺要么敝帚自珍，将丹方视若珍宝，轻易不是外人，要么开出天价，让杨凯无可奈何。而且那些店铺愿意卖的丹方都是一些冷僻的丹方，基本上没有什么用途。真正有用而畅销的丹方，他们根本不会拿出来卖。杨凯当然不会当冤大头，他也能理解那些店铺的做法。每一家店铺的丹方都是经由许多炼丹师之手改良精益而成，算是自己的商业机密，怎会轻易示与外人？所以他不得不去慎重考虑康思然的提议了。接下来两日相安无事。第三日，杨凯再次来到灵丹坊。康思然似乎早有嘱咐，那店小二见到杨凯之后立刻殷勤地迎了上来，口上含笑道：大人您来了，里面请，掌柜的恭候多时了。杨凯微微颔首示意他在前方带路。依旧进了上次的厢房中，康思然见到杨凯果然如之前约定的那样信守承诺，一张老脸都笑开了花，热情招呼杨凯落座，给杨凯倒上了茶水之后，便从空间戒里取出一张纸来递到了杨凯面前道：这是杨公子之前需要的单方目录，你看一下是否满意。杨凯道了声谢，接过那单方目录浏览了起来。只是把眼一扫，杨凯就不禁眼前一亮，因为这单方目录上竟包含了四五十种丹药的单方。他逐一的细看过去，那排在第一位的赫然便是自己急需的凝元丹。而往后虽然大多数丹药的单方自己都早已掌握，但丹方这种东西并非一成不变的，根据地理环境不同，物资出产的不同，在不同的区域内，一种丹方可以衍生出许多不同的版本，炼制出来的灵丹药效也多少有些区别。所以即便是自己已经掌握的丹方，自己也可以从这灵丹坊的丹方里借鉴一些经验加以改良，并非毫无价值。四五十种丹药的丹方，大概只有十几种是自己没有的，不过这样的结果已经让杨凯极为满意了。他点点头，将那张纸放了下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出品的
五炼巅峰。康思然一双火眼金睛，一直在察言观色，哪里还不知道杨凯已经心动，当下开口问道：杨公子对老朽提供的目录可还满意？杨凯微微一笑：康掌柜有心了，这些丹方来之不易吧。康思然笑道：杨公子目光如炬，这些丹方只有一小部分是我们丹坊拥有的，其他都是老朽从一些老朋友那里要过来的，并非什么商业机密，所以杨公子无需在意。贵坊经营的灵丹有这么多种，这是不是说我若是在这里炼制丹药的话，需要将这些灵丹全部炼制出来？不不不。康思然连忙摆手：我们丹房主要经营的丹药就是这目录上排名前15的灵丹，其他的我们并不售卖，主要是需求的武者不多，也没有多少利润，尤其是那宁元丹是我们丹房中的重中之重，不是老朽自夸，我们丹房出来的宁元丹比起市面上的宁元丹效果最起码要好上一成，极受风铃城武者的追捧。这是为何？杨凯讶然至极。其实他之前也有所察觉，许多来灵丹坊购买灵丹的武者需要的都是宁元丹，而这些武者无一例外都是虚王境。闻言，康思然傲然一笑，摸了摸胡须，老神在在地说道：因为我们宁元丹的丹方可是总部黄埔大师亲自出手改良的。说完之后，康思然似乎又意识到杨凯有些孤陋寡闻，连忙补充道：黄埔大师可是地级炼丹师，在整个星界都享有盛誉。杨开闻言一震，这才明白为何灵丹坊的宁元丹如此吃香，原来竟是由地级炼丹师亲自出手改良出来的丹方，如此一来效果比别人家的宁元丹药效好一点也是理所当然了。不过这对杨开来说可是个好消息，因为他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宁元丹了，拿着地级炼丹师改良出来的丹方炼丹，对他的帮助自然也是巨大无比，或许还可以从那丹方之中窥探到什么玄机也说不定。杨公子啊，老朽开诚布公，不知杨公子你……康思然笑眯眯地望着杨开，此刻也没有之前那么急切了，因为他从杨开的神态和语气之中已经看出杨开约莫是会暂时加入灵丹坊的。果然不出所料，杨开闻言颔首道：能够为贵坊炼丹是杨某的荣幸，今后的两个月就有劳康掌柜多多照顾了。好说好说。康思然哈哈大笑起来，连日来覆盖在脸上的阴霾终于一扫而空，心情大好。灵丹坊如今的局面可以说是捉襟见肘，因为宁元丹打开的良好销路，所以灵丹坊一直客源不断，之前有三位虚王级炼丹师坐镇，炼制的灵丹还勉强跟得上销售，可当其中两人被七药商会的丹气阁挖了墙角，剩下了最后一人加班加点拼命炼制，也依然入不敷出。如今灵丹坊的元宁丹完全是供不应求，惹得许多前来买单的老客户抱怨不断。做生意讲究的是个细水长流，一旦缺了货源就极有可能丢失许多客户，这对灵丹坊来说可是致命的打击。
如今总算好了，有了杨开的加入，虽然不会一下就恢复正常，但总算是可以缓一口气。剩下的就是只要撑过这两个月，等待总部那边调来两位炼丹大师，便可万事大吉。杨公子，老朽是个生意人，所以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若有得罪之处，还请杨公子见谅。大喜过后，康思然忽然又肃穆起来。康掌柜有话请讲。这些丹方杨公子可以观摩参阅，甚至可以抄录，但却不可泄露给他人，尤其是宁元丹的丹方。老朽需要杨公子以灵魂烙印与我签下契约，不知杨公子可否应允？这个自然可以。杨凯爽快地点头。如此甚好，那么就请杨公子看看这份契约是否需要改动。康思然早有准备，直接从空间界里取出了准备好的契约。这契约也不知道是用什么材料制作而成，杨凯一时半会儿根本认不得，不过契约上却隐约流淌着一丝能量波动。杨凯拿在手上看了起来，契约上面详细写明了双方应该履行的责任和义务，尤其是对那些单方的问题做出了重点阐述，绝不允许杨开泄露那些单方的秘密。半晌后，杨开才点点头道：“没问题。”康思然道：“那就请杨公子与老朽一起在这契约上烙下神魂烙印，便可完事了。”说话间，他率先迸发出神识之力，往那契约上烙去。杨开虽然没有这么做过，但有康思然示范在先，倒也一学就会。等到两人的神魂烙印全部烙进了契约中之后，那契约忽然无火自燃起来，随着契约的焚烧，一丝丝莫名的力量分化两极，分别涌入杨开和康思然的识海。冥冥之中，杨开感觉自己的识海内多了一层莫名的禁制，那禁制平时对他毫无影响，但若他准备泄露不该泄露的东西，势必会遭到禁制的反噬。这东西倒是有些神奇呀，杨开心中暗想，也不知道到底是哪位手眼通天的强者开拓出来的，对做生意的人无疑是有极大的帮助。康自然知道杨开见识不多，在一旁主动解释起来：这种神魂之气是从幽魂宫里流传出来的，乃是幽魂大帝研究出来的。幽魂大帝可是十大帝尊之一，他研究出来的这种神魂之气可以保证契约双方的诚信度。杨公子日后若是外出流利，不得已需要与陌生人合作的话，就可以签订这种神魂之契。不过这东西价值不低，一张契约最起码需要150,000下品元晶，而且有价无市，极难获得。这么贵？杨凯不禁动容。听众朋友们，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武侠玄幻小说《武炼巅峰》，作者默默，演播人巨武八雅居。更多精彩有声书尽在喜马拉雅。我心生出牵挂，共谁演绎这张金戈铁马，谁祝福真又算得到吗？